看 VCR。Check it out。2011年五月，阿芙发表了首张专辑《原来如此》，轻快的都会流行的曲风自成一格。那里面的单曲《原来如此》在 KKBOX 专辑日榜上连续34天的冠军，单曲《如果有如果》连续99天攻占了单曲日榜的前20名，年度最佳新人王就非阿芙莫属。欢迎阿芙，恭喜阿芙。也就是 KKBOX 在所有歌手的生涯之中，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拥有的年度新人，交给阿芙了。掌声鼓励。是这个奖项对歌手来讲意义最特别，是因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，明年就没有这个奖了，明年就不是新人了。对，就不是新人了。所以对于这个奖项的感想是什么？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是 KKBOX 的会员。
支持音乐，热爱音乐。那我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自己创作的歌曲可以在上面被大家聆听，所以我非常非常谢谢 KKBOX 给我这个肯定，然后还要谢谢就是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哇，其实在去年哦，不仅阿福的声音在网络上串起，对对对，有很多新的音乐人，同时呢去年也算是台湾电影非常丰收的一年，去年我们看了好多好棒的台湾电影，那接下来呢就要请阿福跟我们一起来看。好，我们要为大家揭晓去年的最佳电影原声带究竟是谁，请看 VCR。 Yes。 那些年错过的爱与大雨，是的，最佳年度电影原声带就是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。这个电影原声带勾起了大家对于青春年少的美好回忆，同时呢，这首电影主题曲也就是《那些年》也一直高居单曲榜的冠军。借你热情的尖叫声，我们欢迎胡夏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夏，那些年送给大家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桌垫下的老照片，无数回忆连接，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接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？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。